妈讲，叫叫是妈，过电车是重要。妈妈你的话，甲我分一块，受伤后不离不离。妈妈讲的话，我爱你心底，是幸福的结尾，受不了你伤感现实。是无同款的代志，妈妈讲时间袂等你，把握一个时机。队友首先介绍我们的统统队，我们的统统，还有我们的淑玲，以及我们的爱晨。请问先生，礼貌，介绍我们的元浩队，有我们的元浩，可爱的贝利，以及我们的道远。乐翻天翻天喽！两队轮流翻牌，看字提示，猜出直行一到四个字的歌名，猜得歌名并演唱得五分，猜错换敌对翻牌，翻到炸弹将饮用养生茶做处罚，谁会唱到歌，谁会喝到茶呢？两队的队长只在台上彩拳，剪刀、石头布。哎呀，好，元浩请回。Go！ 炸弹。阿勇。伤心酒店，伤心酒店，伤心酒店，对不对？答对。好，请回元浩队，请翻牌。元浩炸弹，哎呀，来，应该是先炸你没错。为什么我总是第一？穿心莲又来了，是炸弹王子啊！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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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请回。请回，请回，统统队，请翻牌，加油！哎呀，来一二十米，下下下下下，豪气！耶，请回，元浩队，请翻牌，该我了，边边角角好，边边角角好了哈，喜欢边边角，哎，你，这个男人，你什么什么什么？你最珍贵，哎，哦，珍贵。其实你不多是，你好吗？哎，今天很适合哦，因为他是小姜惠。我们今天刚刚好合唱，那观众有福了。爱情究竟脱口说出什么惊人之语，让现场气氛冻到十度 C， 冷到极点啊？因为他是小姜惠，我是有小学友之称。我们今天刚刚好合唱，那观众有福了。你从头到尾自己 QQ 完了呢，你自说自唱要到什么时候？你最珍贵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观众没有那个福气了。统统队，请翻牌。我觉得爱晨说那些话真的应该翻个炸弹，真的。炸弹，苦炸弹。哎呦，哎呦，什么了？深。深坑，哎，这是地名啊！臭豆腐，臭豆腐。庭院深深，深海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你有 sense。深山，不可能有这种歌。深水，深海有可能啊。炸弹，现在有可能。深海，深海，深海，对不对？怎么会这样？被蒙中嘞！而且如。心深处摇摆，寂寞的世界我从不依赖，满天尘埃对感情构成阻碍，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，在心深处摇摆。就和我一样甘草澎湃，别说你还置身事外。加油！
桥队 yes， 元浩队请翻牌。好，这个好。好，炸弹，不要炸弹。阿勇，深深。哦，这应该台语歌。嗯，对了，老火虾，老火虾，太经典的一首歌了。老火虾，对不对？好，请分，元浩队请翻牌。你好了。不，会不会是你的背包呢？哎呀，阿勇，你什么甜？范晓萱的《你的甜蜜》。你的甜蜜，你的甜蜜，你的甜蜜，对不对？对啦，你拿手的。你的甜蜜，你伤了我的心，你伤了我的心。到现在你说对不起，对不起 ，Sorry doesn't mean anything。翻牌，这个好了。初见，对，郑秀文啊。让感情出了界，你的爱还在不在？哎呦，初见，还是日出？出卖，你的多情出卖，出卖我的爱情，赔了我的命。出轨，我就偏不要。哎，出轨怎么唱？不会唱吗？你的多情出轨，那是出轨还是？喂，请搞清楚。拜拜。出界。哎，没有，你走啊，我们继续走。不要了，观众没有看到我不习惯了。不会了，我们已经习惯了。习惯了。来了，出界对不对？哎，还有，彤彤队请翻牌。彤彤队，把它翻转。巧巧巧合，巧合巧合，一个是巧，人缘真言多，对，巧合巧合，对不对？哇哟，哎，哇，真的是哎，是什么人缘这样多？哎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泡蛙虾，哎呦，泡蛙虾蹦蹦叫，很明显，泡蛙虾，泡蛙虾对不对？这首歌经典，好听。答对，一是双枪会嘛，他好厉害。彤彤队请翻牌，哎，会不会下次会翻到直接翻出来？千里外，千里之外，喂，然后唱着唱着，然后灯就开始关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说，你要不要翻出的下面，应该是出去哦，直接跳过。这就翻出来了嘛？什么什么？这就是林忆莲的歌啊！什么？伤痕，伤痕啊，伤痕啊，伤痕啊，不合，不合，不合是不合的意思吗？不合，不合，不合，伤痕就对了，伤痕就对了，好，伤痕对不对？哎呦，女
是暧昧再无法永恒，爱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，你若勇敢爱的就要勇敢分，夜已深，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心着数伤痕，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，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。爱晨恭喜你答对，我来听一下，哎呦，是不是出卖？出卖，对呀、啊，出卖的出卖，出卖对不对？耶呼！导演请上台。你的多情出卖，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，我卖了一个世界，却换来灰烬。哦，你的绝情出卖，所有爱情好梦一下子清醒，感情像个闹钟，按一下就停。恭喜你答对 ，yes！ 第一回合六首歌已经全部都唱完了。好，现在呢，两队的成绩，统统队得到的是20分，元浩队得到的是10分。先赢了，差了那么一点点，好不好？十分不是很多，待会下一回合把它追回来。积分又追回来了。是的，我们马上进入下一回合。进入最关键的第二回合，轮流翻牌，看字提示，猜出横列3到6个字的歌名，猜对歌名并演唱得5分，猜错换敌对翻牌，翻到炸弹将饮用养生茶做处罚，总分最高者有机会成为金曲王哦。欢迎回到金曲乐翻天第二回合。比较难，但是只有4题，希望两队好好把握啦。师弟，请两队队长请到台前采权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两队请翻牌。好，你是故意的啦，我出布出的这么辛苦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先。哎，阿晨，等一下，我 Q 你们，你 Q 我。好不容易等，来要一次机会。元浩队请翻牌，谢谢。哎呦，爱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爱的初体验。哎呀，哎呦，爱的初体验对不对？哎，元浩队请翻牌。哎呦，爱。哎，哎呦，这可爱女人。可爱女人也蛮对的。这首歌男生唱给我听，真的塞事。哎呀，真的吗？那我唱给你听。会心动。突然冷了2秒钟。可爱的女人。可爱女人。可爱女人。可爱女人，对不对？哦。要再请翻牌。的。哇，这不好猜耶。的哦，的好多。多得他什么的？隐形的翅膀。张韶涵。隐形的翅膀。张韶涵的。这边有可能，有可能。隐形的翅膀，对不对？请回，彤彤队，请翻牌。他有出来了啦！谢爱晨讲的对，很明显嘛，没嘛，可爱的玫瑰花。没有炸弹哦，应该蛮明显的。可爱的玫瑰花，对不对？静静，我愿大家都爱我，就像爱他。哦，美丽的玫瑰花，哦，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地爱上他。所以恭喜你答对 ，yes， 只要对。
莲退火茶。好了，刚跳舞会累累。痛。呜呜。哎呦！你上次说火都退了。你上次说吃的苦中苦的啊？方为人上人，我不要当上人了。阿弥陀佛，请回这位施主。统统队，请翻牌。哎呦！哎呦！一帘幽梦。哎呦，有可能哦。听过这个歌吗？有，以你这个年纪应该听过。听过，而且还是琼瑶的。对，一帘幽梦。一帘幽梦，对不？你要先听我唱一下吗？不要，不要啊。一帘幽梦，对不对？好险，好险你没唱。解放队，请翻牌。哦。哎呦！统统队，请翻牌。的，不知道什么的。啊！又被你买，又被你买。刚刚校园好凉。耶！林 Lucky， 林 Lucky， 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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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 Lucky， 海亮，海亮。哎呦！哎呦！亲亲！哇塞，这亲亲。比赛有看过什么歌？孙杰《青春梦》，纯情的青春梦，对不对？猜对了，一起上台。我嘛有大简单，一件等咱的是怎办？想来想去。青春梦，青春梦，咱人相欠债，你欠阮有较多，归去看破来猜猜，较实在。请你答对 ，Yes。佩妮彤彤队，请翻牌。好。哎呦，双手的温柔，对不对？双手的温柔。答对 ，yes。元浩队，请翻牌。哎呦，冷血动物，冷血动物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哇塞，我还以为我这辈子都翻不到炸弹。苦茶屋究竟是什么东东？广告后爱成将大秀。我还以为我这一辈子都翻不到炸弹。裁判他故意的，他故意的。再来。裁判无三不成理啊！他太帅又太嗨了，再喝一杯。现酒，现金币，现酒招待，开心的他。哎呦，哎呀，到了，这是什么歌？冷水澡。你记得我们在当兵的时候，对，每天只要休假 KTV 必唱的歌曲。对呀，水澡，真的，把电吉他拿出来，电吉他。那个傅子淳很爱唱这首，对对。那些傅子淳唱了之后，都带这个动作。好好好。
嗨，超嗨，那个是人员嘛。然后艾辰就会站在那个包厢的那个音响音响上面，然后把音响弄掉下来。没有啦，喂，不要讲出来。人嘴少，对不对？哎，哇，嗨下了！艾辰，来来来 ，Come on, rock it！ 示范给大家看，你是把怎么样把音响掉下来的？快来一场冷水澡，狠狠冲破冲大脚，管他爱不爱情，都随着泡沫放逐下水道。把所有的歌都唱完了，是的，两队的成绩，同龙队得到的是十分，八队也不错，得到的也是十分。对，第一回合、第二回合两队加起来的总成绩，同龙队的成绩是30分，两队的总成绩是20分。今天的金曲的颁奖，我们的冠军得主就是我们的统统哥，恭喜 ！Yes， 两队提到台前啦，实至名归了，快点。是的，今天呢，两队要唱出非常好听的歌曲，没错，然后呢，苏明也发片了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我一直很想听他的《鸳鸯线》，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也想听，没错。最后呢，我们就来听一首苏明带来的《鸳鸯线》。你讲过的情话，心的温暖。过去的恋情花，变成梦中的烟花。你讲咱的命，注定一生叹作灰。手中的感情线，只握着你。